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，你觉得你有什么任务可以难倒我的？绝对没有。所以你今天再荒谬的任务交给我 ，No problems， 我看看什么任务。先生，请安静。读书咖啡厅里执行六项任务，没被赶出店即可过关。大家好。 这六单就是我们的任务，我就进去完成它。很安静的一个阅读。干嘛要干嘛 ？Oh my god！ 假装咳嗽，你用那个 cover 一下，对不对？就半，那你要咳半，所以是完全只能用 GoPro 录，就偷偷藏起来录。大家超好笑的，大家。 是下开票。还好，。Oh my god。 只按一只脚，超不舒服的，是已经被赶出去的啦。
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打一下。打不下去，打不下去，太吵了。Oh my god！ 打完赶快看外面啊！哦，被瞪被瞪。哦，这样不好啦。神经病。吓到，这位是对啊，人家很专心在那边呢，吓到啊！哇，这个，哇，路人应该气死，真的。没有办法力道控制，哎，起立道歉，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搓完就立刻要分出去，太屌了！哇！哇！哇！吓到！来了！我都笨到爆！好可怜哦！笨到爆，好惨！只想要逃离这里，好可怕！哎，如果过关吧，恭喜你挑战成功，过关就好。我现在要逃离这里，我以后可能也会被这间图书馆变成拒绝网。拜拜。